我喜欢吃。带鸡肋一点可以啊。鸡肋，放松点，是啥？放松点，放松，放松点，放松，调整呼吸，听过？对对对，放松。还有十秒，十秒，我们的小狗娃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猛啊！好，时间到，加油！我们小狗娃真的是，你放好，好走，你放，看能去吗？猛烈进攻！我先走，压着他，往前走，往前压他，往前走，别撤了。坚决点，坚决点，手拿刀坚决点，转身摆，转身摆，兄弟。往前走，转身板，转身板子吧，来一个，转身板子哥，还有十米。时间到，第二回合从头开始。我的小男孩竟然是进攻猛士，拿出去，拿出去。打鸡肋，这边往里拼，打鸡肋往里拼。往里拼，压着他，别再往里压，这边再往里压，推着他走，推着他走，推着他走。往里推着打，这边。推着。
往里击内，往里打击内，手拉高。往里冲，后边，后边，看，哎，过去了。往里压，不中，再来，再往里压，二一分。